善南宫29周年恭庆及恭送文馆三妈徒步盛会骑马宴，2号在善南宫举行，来自全省的宫庙主委、里监事们一起来参拜。晚间也举办了众星感恩晚会活动，邀请在地舞蹈团及戏说台湾的演员们一起来欢唱《感恩妈祖护佑华莲》。在吉安乡社区舞蹈团热情的表演之下，善南宫29周年恭庆及恭送文馆三妈徒步盛会骑马宴，2号晚间在圣南宫扩大办理。吉安乡圣南宫主任委员吴建志也率领着里监事们、吉安乡18村的村长，而感谢来自全省各地的宫庙主委率领着里监事们来参拜妈祖。今日是咱华莲圣南宫29周年庆，祭这个台南正统农民们这个圣母庙，这个欢呼禀报啊，特别咱介绍咱的这个路跑妈祖啊，因为哦，路跑妈祖进前要来参加咱这个华莲的这个绕境啦，啊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就拖一拖再拖，结果来守护咱这个华莲哦，这个东部的太平洋啊，伫遮啊，再一次的感谢，为着要感谢咱这个正统农民们圣母庙吼，特别这摆阮安排。就是要好啊，感谢咱的这个文冠三妈啊，这路跑妈祖，所以阮这个圣南宫决心吼，要来用步行的行路，九更八暝要来行转来咱的台南龙义门圣母庙。现在许正伟、立委傅昆萁也在百忙当中一起来欢庆，要恭送文冠三妈回宫过休会，过了后。搁转来美丽、善良、热情的华莲，继续伫遮安坐，继续伫遮来予大家敬拜，继续来保庇咱华莲县官运昌隆、合境平安。咱120,000分的感谢，咱今仔有遮尼多各位大德、各位信众、各位有功寺庙。的宫主、主持、主委、董事长啊，拢赶到咱的会场，各位技术人员、各位士大，今仔的同齐啊，来甲咱见马来恭祝，来感谢咱的文官马啊，报国旗啊，甲徐正伟馆长，再一次感谢您为咱华莲县的。文化表演当中，圣南宫并且邀请知名歌手，还有每年恭亲邀请的戏说台湾演员一起来欢唱，在参拜之余来享受一下快乐的气氛。圣南宫主任委员有坚持表示，一年一度的恭庆是圣南宫的大事，感谢来自全省的信众来圣南宫参拜，同时也感应妈祖的慈悲心来护佑花莲和平安。记者蒋永义、简祥报道。